Hello， 夏英子来。今天雨过天晴的，还没想到要拍点啥子给朋友们看好呢。大家也帮我想好噻，帮我在视频下方留个言。你们喜欢拍啥子？夏英子就左想右想，尽是没想得到哦。帮我想想办法。我们家大伯是最勤的，最勤俭持家的。我这把雨伞坏了，我大伯就在那修车，好喜欢大伯哦，特别温柔善良的人。大伯，对，幺二九，耶，出差两样，出来干子呢？出来喂鸭子。走啊，喂路。我背个背兜吧。那我伞在身上嘛。咋个嘞？我那轮椅大了，好凉，好好些。要得，能感受到这个。乌云马上下雨的感觉了。现在小英子雨过天晴，跟着大伯在山上去弄点青草回来喂我们的小鸭子。走，大伯。小英子刚刚爬了一个坡，现在很多朋友就问小英子你咋个瘦呢？想嘛，丘陵地方天天爬坡，自然而然就瘦了。跟着大伯一起到山上去，我觉得特别舒服。啥子呢？就这种啊，收了菜子撒了这个种子，长起来的秧秧。其实这个秧秧可以拿去人吃，都很好吃的。下了雨，这个菜好新鲜哦。你看这些菜。你要买菜的时候呢，看这个菜上有这种虫咬过的影子，这种菜就证明没有打过农药的。小英子又偷偷的教了你们一招。我感觉我拿回去炒一盘菜也很好吃。要得，走嘛。现在我们跑到这山上来了，刚才下面那个婆婆那里扯了不少。上面呢，上次我们收菜子，那肯定也长了很多。这一块地的玉米还得出丁火，有些地方的玉米都已经很老了，种得迟些。这里没得弄多呢。你到土灶气功里头。我穿了一配，我穿多得很。哎，好冷。我坐这里。这下点雨好吃一些。可以。你看，冷不冷嘛？哎呦，好冷哦。要就不要。要得，我来背，我来背，大背。你不要。啊，我背。摔了一跤，朋友们，你们在农村的来也得要小心。哇，十四只鸭子，全是吃的青食呢。小英子也付出了劳动成果。刚刚在山上去弄一盒青草，今天小英子，哎，虽然流了点汗水，还是很开心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英子的视频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